今日带大家睇一个珠海市中心南湾富人区唯一最瘦的70年产权纯住宅，由香港上市房企陆景集团开发的陆景洗鱼湾，集指珠海主城山豪宅板块南湾。这个咧系南湾唯一最瘦的80万方大社区，呢度系珠海豪宅新标工。红木与港珠澳大桥直线距离近600米，一桥连港澳，10分钟直达港北、青茂、港珠澳大桥人工岛、湾仔、横琴五大口岸，无缝连接珠海、澳门、香港三大国际机场。15分钟到澳门，50分钟到香港。3公里覆盖华华商都、环宇城、富华里、九洲道三大核心商圈，汇聚前山河景观带、高尔夫球场、九大生态公园，尽享城市繁华。红木自带5000平方商业配套，最受北区由8栋12单元组成，共1181户。中50000平方米低奢酒店度假式云南，全玻璃幕墙，豪宅式设计，超阔楼间距130米。社区中央设有700平新加坡酒店度假式泳池。作为全年龄运动健康社区，设有儿童乐园同长者康乐站，约560米夜光跑道，健身天地，宠物活动乐园，以百大架空层主题繁会所同特色入户花园，涵盖户外书吧、儿童天地、社交中心同运动会所等。最受面积由78至226平，主力户型为122平、143平、165平三大户型。事不宜迟， Mandy 带大家睇下啦。呢个咧系122平方，3房2厅2卫，餐盒一体。除咗呢啲可以攞得走嘅，我哋厨房嘅四件套同埋橱柜全部都系交流标准嚟嘅，正属豪宅商圈，无遮挡视野。洗手间交流标准，高档阔落，功德分离。主人房超大嘅飘窗，仲可以摆得落我哋2米嘅大床。这个呢就是143平方，4房2厅2卫，双露台，南北对流，餐厅、厨房、生活露台。这个呢就是165平方，4房2厅2卫，南北对流，超阔7米7阳台，全屋精装高楼，中央空调，厨房配埋4件套。想拥有真正珠海南湾片区豪宅，快啲联系我 Mandy 攞份楼书睇下，预约香港整修厅，好同现场睇楼。大湾区置房款，请为 Amy 帮手，记得点赞关注啦。